走走走走走！哎，就你们两个守在这里，有什么情况立刻到当铺找我。 出来抬东西啊！哎，老柴，不是还有酱油吗？咋又买？不是醋没了吗？我就顺便买两个。少废话了啊，快带到厨房去啊！好嘞。
来了。找什么呢你？醋。你咋吃啥都放醋呢？没醋不香。咱日本的醋啊，比中国的香。我这一吃饭就想家。吃吧。要你的！蠢货！王沐风已经从围墙上进来了。
怎么回事？是那几个中国高手，他们已经杀上围墙。知道，我们的人马上就到，我从另一侧接应。嗨，就怕你们不出息。带咱们的人上围墙，要快。仓库不留一组人吗？留渡边一组。干什么的？撤回去！铁柱，你留下，天城大鹏各守一个门。小腾跟我进去。是。进来。总姑娘，小腾，要抓紧时间，我们只有三分钟。是。Yeah!
到哪里的去往？拖到东边的去往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嗯，小日本，死啦死啦的坏！你要再问我，打你嘴巴了，把嘴闭上！该死的小日本！八竿喽！八竿喽 ！Yes！ 那打打打打打！走！他们的武功非常的高，打的我们哦。是这样子的，他们的非常的厉害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你们看那边，看那边。兄弟们，坚持住，坚持一分钟。上当了，左泽墨，赶快去仓库，横木留下，我们走。我到了，铁柱，带着小童从这边走，其他人往这边走。好。
破王组行动，其他人隐蔽。是，破王组的，跟我来。准备战斗！手榴弹全都扔进院里。是。大伙听着，咱们这回是假打，只允许打五分钟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
这些土八路只是一部分小分队。就你的攻打连队部。小川中队已经在路上，几分钟就可以赶到。是不是把山木特别行动队调过来？咱们怕是挡不住王木峰这些人。不行，山木不能动。这是王木峰的调虎离山之计，我们绝不可以上当。嘿嘿。这种办法让我们不知所措。从今天的战况来看，他攻击的重点应该是连队部。这是王木峰调虎离山的老把戏。如果是调虎离山，杨公是不应该用主力的，而且王木峰他们确实是在那边。这确实很难让人。莫非他们攻击的目标是连队长和连队部？王木峰的目标就是油库，可他今天对连队部的攻击不像是虚晃一枪。现在可就看山木怎么行动了。我就不信土肥原的连队部受到打击，他会置之不理。他置之不理，有可能是鬼子的救兵到得太快了。这是原因之一。从战斗打响到鬼子中队来支援，中间只有5分钟，时间确实是短了一点。那
我就打他的阻击。对，至少要打他20分钟以上，这样山木才有可能去救土飞猿。干脆明天先不打油库了。不，油库一定要打，而且要加强攻击力量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山木摸不着我们的虚实。如果明天他还是按兵不动的话，我们就活捉土飞猿，然后直捣油库。行，就这么行动。李队长，你记住，明天你一定要挺到油库爆炸。放心吧，我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，也要挺到油库爆炸。陈政委，你只打10分钟，然后去支援李队长。就你们几个人，行吗？在油库被炸掉之前，我希望油库的战斗是无声的。就不信，看着我们的人撤走，去打他的连队部，他会不动。无论土匪人如何，我都不会离开油库。如果王木峰他们不来油库呢？像今天一样，王木峰一定会来油库。原来的位置不变，再从各个中队抽调200人。组成一个特别的中队，守住村里的每一个出入口，一定要把来偷袭的游击队挡在村外。另外，在我连队部门口也要增派一个中队，安排在附近的民宅里。就把小川中队调过来吧。嘿，去吧。嘿。报告，报告少佐，特别行动队已经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报告连队长，八路军开始进攻了。组织进攻，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我的大门外。嘿，王木峰啊，这次我让你有来无回。是连队部，看来王木峰的目标真的是土匪猿和连队部。不，这是王木峰在声东击西。可这么激烈的枪声，一定是他们的主力不同。主力是可以运动的。命令防守部队严加戒备。嘿。
老李，这就交给你了，我进去往里边打。大鹏，掩护李队长，把鬼子坚决往院子里边赶。好，同志们，一定要冲出去，走。已经攻入前院，组织反击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。可，快去！嗨，林队长，是不是马上把山伯特别行动队调过来？我们怕是挡不住王木峰他们的。需要再等一等。一等，林队长，再等就来不及了。混蛋！嘿，后院有好多鬼子，我去炸了他们。再等等。如果土匪员战死或者被俘虏，有没有想过你怎么交代？游击队的战斗力能有多大？两个中队不可能守不住连队部。可是王木峰他们现在就在那儿。至少我们的油库是安全的。山伯，见死不救是要受军法处置。我以为你是一直支持我的。我当然是支持你的。那我问你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保证油库的安全。守住油库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也看到，现在油库一点危险都没有。现在安全不代表永远都安全。等我们的坦克加满了油，我们的任务才算完成。你看着办。我是绝对不会给王木峰任何机会。在这里。难道他们去了油库？是的，油库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。林队长英明，如果把山姆特别行动队调回来的话，那么油库就危险了。传我的命令，全力往外冲，夺回中院，然后里应外合，把这帮游击队给我彻底消灭干净。嘿，快去！消灭他。好，我走了。
行动。是。让他火速赶到这里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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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开！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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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少佐，连队长来电话，命令你马上去支援他。王沐风等人已经达到连队部门口了。这么说，他们真的在那里？看来王沐风是要活捉连队长了。无论是活捉，还是杀了土肥原，对徐之流主力有什么用？王沐风不会这么想。一个皇军大佐，外加一个连队指挥部，在他看来已是极大的胜利。他一定认为已经给皇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。在没有确定徐志流的主力已经逃脱的情况下，油库不能不守。山姆，我们的装甲部队马上就要到了。如果我们现在回援连队部的话，说不定能把王沐风等人消灭在那里。报告少佐，连队长命令你马上去接电话，王沐风等人已经打到连队部门口了。立刻支援连队部！喂，山木，山木，连队长，我是高岛正一。立刻支援我！你这个混蛋！不要理他。山木，山木。还有用。
老王。